第八题，假神波的传播速率为每秒多少公尺？我们看到我们的题干上的叙述已经告诉我，甲乙丙三的神波在两秒内其波形均可前进六公尺。那我们晓得呢，所谓的速度呢，就是要花多少时间走多大的位移。现在呢，我们花了两秒钟会走六公尺，所以我们的速度呢就是每秒三公尺。所以第八题的答案问我们说，甲神波的波传播速率为每秒多少公尺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 3每秒3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A 每秒3公尺。